欢迎您的收听，祝福您透过聆听发掘生命的源头活水。每个人都有情绪，情绪是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源。可是在我们懂得如何转化它之前，往往是我们最大的阻力。当我们深陷情绪当中时，不管是正面的情绪还是负面的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拉出一个距离去看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容易陷入个人主义当中。过度的个人主义，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正在钻牛角尖。一味的追求快乐，或者是一味的让自己陷入痛苦，都是钻牛角尖的情况。而钻牛角尖在行为上最具体的呈现，那就是完美主义。完美主义的人对于自己都有一个特定的形象，特定的认知。假如一个完美主义的人认为自己的形象必须是聪明的，这个时候他会用尽一切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很聪明，或者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去防范任何会让他看起来不聪明的事情。所以完美主义的人经常在行为上会有一些矛盾，可能他对于某件事情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努力，用尽一切的方法去达成目标，因为达成目标可以证明他心中的那个自我形象。可是同样的，他也可能对于某件事情连试都不愿意试。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再怎么简单，再怎么容易，他打死就是不愿意跨出那第一步。因为可能这件事情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去做，会有损他的自我形象。而且对于完美主义者的心理，最可怕的阴影就是如果他很努力的去做了而得不到他要的，这可能会让他觉得很笨很蠢。所以干脆在一开始就连试都不用去试，这样子他就可以避免自我形象的受损。我认为完美主义是一种心理上的癌症。这个癌细胞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害的，甚至于它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人的尊敬和肯定。因为完美主义的人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努力。完美主义的人会自我要求在每一次的表现做到无懈可击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完美主义也创造了我们的紧张与我们的执着。为了追求完美，可能会不计一切的代价，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，付出了所有，只是为了得到一个我们所想要的结果。同样的，也因为完美主义，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完全的放弃。不管是哪一种选择，都是非常不健康的。而这样的不健康，它不只是心理上的意义，在很多医学的研究报告里，我们发现它对身体上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。在癌症的研究当中，所谓 A 型性格就是完美主义的标准典型，它也是罹患癌症还有心血管疾病的大宗。从这一点，我们不妨试着想想看，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呢？或者我们自己是不是很容易钻牛角尖，陷入一些无可自拔的情绪里？其实我们不能否认，在改变的过程中，我们的确需要一些坚持，还有一些努力。可是这不等于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。在我认知的改变中，刚好是相反的。我们可以透过改变的过程，我们能够把自己跟其他人还有跟环境之间取得一个最恰当的平衡。我相信每个人生来都有他的使命、意义还有目的，而我们所谓的人生价值，正是把这样的使命、目的还有意义充分地展现在我们的生命里。就像一朵花，如果一朵花它没有绽放出芬芳，那它便是白活了。同样的，如果一个人在一生里他没有真正的实践自己的使命、意义还有价值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他这一生是虚度了。所以改变就是我一再强调的，
它并不是要引导你成为某个人，或者是你心中的某个样子。我所希望引导大家的是，扎扎实实的成为原本的自己。而这原本的自己，不只是对于你自己有意义，对于其他人，甚至于整个世界，都是很有意义与价值的。这个过程所需要的，是让我们能够放松的关照自己，去看清楚自己，才会有下一步的努力、付出和创造。我不是要你现在紧张兮兮的去做些什么，或者是去成为社会上多数人所谓成功的样子。成功固然很好，但是它真的能够为你带来满足吗？还是由你自己所定义的成功，才能够为你自己带来真正的快乐呢？所以，改变是动态的，改变也是一个平衡的过程。当我们不在乎生命的使命、意义与价值的时候，这样子放任的态度，我们都很清楚，它非常的不恰当。可是当我们把自己搞得紧张兮兮，似乎一定得去做些什么，去迎合某些人，才能够得到心里的一些安慰，或者是才能够建立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分量，那我想这样的紧张也是很不健康的。我们面对个人主义的问题，也就是完美主义的心态、钻牛角尖的情绪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平衡的艺术。我将跟各位分享四个观念，会让你在改变的过程里，在动与静、放松与紧张之间，找到一个最恰当的调整。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观念，就是我们必须学着接受不完美。在生命当中，不完美本来就是常态。我们不妨回忆一下，在生命的过程里，有很多个当下，我们觉得自己掌握了一切，我们觉得自己做了最好的表现。可是当时过境迁，我们回头看那当年的自己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在心态上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在行为上还有很多不够洗练，甚至于在很多时空条件底下，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，生命当中不完美本来就是常态的原因。我们回忆过往，发现了自己的不完美，可是今天的我们在未来也成为过往的时候，不也是不完美的吗？这一切不完美，它是事实的存在，不过它无损于我们的价值，更不会阻碍我们改变和前进的力量。换个角度来看，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完美，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前进，不断的绽放出更耀眼的光彩。接受不完美，其实就是接受那最真实、最原本的自己。人的一生当中，会随着各种不同的阶段、境遇的转化，在身份、在角色、在观念上，必须要做一些调整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他沉溺在过往的习惯和过往的身份里。我举个例子，曾经有一个叱咤风云的大老板，他的姿态跟气势造就了他的企业。可是当他退休之后，要成为一个家族的大家长，他过去的成功会对于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如果他仍然习惯着指使别人，把自己的家人当部属一样的做管理，那么在过去造就他事业成功的姿态跟气势，反而变成他与家人之间格格不入的原因。当同样年龄的人在含饴弄孙的时候，他可能因为没有办法调整他的习惯，使得他的儿孙和家人都不想要亲近他。但相反的，如果这个老板能够接受他的处境已经不一样了，也就是说，他愿意去接受过往让他功成名就的形象，在此刻的他已经不适用了，他会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重新定义现阶段所需要的完美是什么。我想他会成为一个和蔼可亲的爷爷，一个温暖有智慧的大家长。有时候我们去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完美，要看我们所站的基准点在哪里。这个基准点也必须要随着我们的时空变化有所调整。
否则我们经常会进入一种全世界都对不起自己的情绪中。其实就事实来看，这个世界不会对得起或者是对不起任何人，这个世界永远就只是它本来的样子，而你可以决定自己的姿态、自己的角色或者是角度。所以凡事是相对的，它不是绝对的。透过这些观点，我们能够接受不完美，并且认为不完美并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不完美很好，因为不完美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跟大家分享诗人艾略特的一段诗：为了要知道未知，你得先经历无知；为了要拥有，你得先舍弃；为了目的，你得经历。你唯一知道的事，便是你一无所知。你所拥有的，是你所没有的；你所经历的，不是你经历的。所以呢，不完美并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障碍物，它是我们生命里的路标，它为我们标示了我们可以往哪个方向去。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观念，就是别问为什么，请说是什么。当我们碰到一些我们不知道、不熟悉、不明白或是无法理解的事情，我们会很习惯地问为什么。我们希望知道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它一切影响的原因。这样的一个思考训练在学校里，尤其在申论题跟证明题当中，它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基础。确实，在我们面对这物质世界的时候，问为什么，或者是有一个求知的精神，这是很有帮助的。可是当我们面对自己，特别是自己内在的心灵世界，往往有时候去问为什么，就是我们会钻牛角尖的主要原因。当我们很快乐的时候，有人在这个时候要我们去解释为什么这么快乐，可能在解释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快乐已经随着不断的去思考快乐的理由，而渐渐的失去了它本来的纯粹。甚至于只要越解释，就发现好像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。它不就是升个官，那是不是我在未来还要接受更大的压力呢？它也可能不就是买了一台新车子，可是这车子万一在路上被人撞了、被人刮了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硬要为很多快乐的事情找理由，去说为什么，说到最后，我们可能会发现，所有快乐的事情其实都是在自己骗自己而已。可是我认为生命不是这样子的，快乐就是快乐，我们只要去享受它就可以了。快乐是不需要找理由的。那么悲伤的情绪呢？如果我们今天失去了一个亲人，这个时候我们会非常非常的难过，而此时有人问你为什么这么难过，要你谈谈现在的感觉，在行为上你是不是很想打他一巴掌呢？而在心里，如果你真的要认真回答他的问题，你可以列出非常非常多的理由让你继续难过。他可能是你非常重要的亲人，他跟你有深厚的情感，你永远也忘不了他，没有他你可能没有办法继续接下来的生活，没有他你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。我想讲到这边，对于有失去至亲好友经验的人，可能我们勾起了一些回忆。如果此时你是悲伤的，你是难过的，请允许自己悲伤，允许自己难过，不用在心中再去想为什么他离开了我们，为什么他现在不在我们的身边。我们只要允许自己，是的，我是难过的，我可以掉眼泪。情绪是一股很大的能量，一旦你压抑自己本来应该流泄出来的能量，这样的一股力量会回头伤害你自己。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，当他在面临人生当中重大的失落时，他不允许自己表现出难过，因为他不断的在心里给他自己为什么不能这么难过的理由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坚强的，
可是事实上，他心里永远有一个缺憾，没有去面对并且去处理它。或者是另外一种人，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甚至是好几年，他都没有办法从他的悲伤里走出来，因为他不断的在问为什么。为什么他离开我？为什么他就这么走了？为什么老天爷对我这么的不公平？我想这些为什么是不会有答案的。在内心世界中，为什么很容易把我们带入一个绝境，没有办法让我们去享受，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发泄。所以我希望各位朋友，我们开始学着对自己说是什么。我是快乐的，很好。我是悲伤的，也没有关系。我是失去了我的朋友，没有错，这是事实。但我也是一个活着的人，我可以开展属于自己的生命。在这世界上，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去问为什么。只是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，请你对自己说是什么。这是一个单纯的力量，这是一个承认的力量。当我们单纯并且承认我们所遭受的一切，我们的心会带我们去接纳它，接纳我们眼前所发生的，这才是让我们能够产生内在的力量。这样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开展生命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不要问为什么，请说是什么。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观念就是参与而不是占有。我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做分享。有一个求道者要去找一位师父，向他学习生命的智慧。这位师父非常的有名，在灵性的造诣上也非常的高深，受到很多人的爱戴和赞许。所以这位求道者满怀期待的到这位师父的家里。可是这位求道者一走进师父的家里，发现他的家非常的简陋，除了有很多的书之外，其他的家具就只有一张桌子，还有一张凳子。这个求道者很疑惑地问师父，他说：师父，你的家具呢？这个师父反问他：那你的呢？求道者搞不清楚状况，他说：我的？我只是这里的一个客人啊。结果这位师父微笑点点头地说：我也是啊。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如果从我们有限的生命和我们的身体来看，其实我们每个人不就是这个生命和这身体的过客吗？我们对很多的事情，我们感觉自己拥有了很多，我们拥有了车子，我们拥有了房子，有了财富，有了很多的朋友、亲人、儿女。可是真的深入去想一想，这真的是拥有吗？当我们两腿一伸，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这些拥有还算数吗？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价值，不在于我们有了什么，我们占有了哪些东西，而是我们有没有去参与这过程当中的一切。生命的智慧重点在参与，而不是占有。我们必须去占有些什么，这样的心态，也正是我们会钻牛角尖，会让我们在改变的路上无法动弹的原因。很多事情往往是相对的，我们越是执着，我们的可能性，我们的空间就会越小。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哲学家戴奥珍尼斯坐在石头上吃着面包和扁豆。有另外一个很会奉承国王而过着好日子的哲学家阿里斯蒂帕斯，看到他正在吃简陋的晚餐，于是呢，阿里斯蒂帕斯就对戴奥珍尼斯说：如果你懂得奉承国王，今天你就不会在这里吃扁豆了。戴奥珍尼斯回答他：如果你学会吃扁豆，你就不需要去巴结国王了。所以呢，生命当中很多问题不是物质本身，而是我们对这些物质的依恋。记得，生命是一个参与的过程，它的目的绝对不是在占有些什么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四个观念，活在当下。我一样用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。
有一个禅宗大师，看到他五个弟子骑脚踏车从市场回来，在他们回到寺院的时候，大师就各自问他们：“你们为什么骑脚踏车呢？”第一个弟子说：“骑脚踏车是为了用来载这一袋番薯，我很庆幸不需要用背的。”大师称赞第一个弟子：“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，等你年老的时候，就不会像我一样走路驼背了。”他问第二个弟子，第二个弟子回答：“我喜欢骑脚踏车，一路欣赏旁边的树木和稻田。”大师也称赞他：“你开了眼界，可以看到世界。”接着他问第三位弟子，第三位弟子说：“当我骑车的时候，我喜欢吟诵经文。”大师也同样称赞，他说：“你的心智就像这崭新的轮子一样飞扬着。”到了第四个弟子，他回答大师：“当我骑车的时候，我感觉我活在万事万物的和谐当中。”大师对于第四位弟子的答案感觉特别的高兴，他就说：“你正骑在一个与世无争的黄金大道上。”最后他问第五位弟子：“你为什么骑脚踏车？”第五位弟子回答说：“当我骑脚踏车的时候，我只是单纯的骑脚踏车。”各位猜猜看，大师回答什么呢？大师向第五位弟子鞠躬，并且说：“你是我的老师。”第五位弟子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当下。真正的活在当下，让我们全心的投入在生命里，我们就不会去钻牛角尖。改变跟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，就是从我们此时此刻当下而开始的。所以谈到这里，我为各位复习一下，我们要如何处理在生命改变的过程当中过度个人主义、钻牛角尖、陷入完美主义的情绪里呢？第一个观念，我们要学着接受不完美。第二个观念，不要说为什么，请说是什么。第三，参与而不是占有。第四，活在当下。如同我在开头跟大家分享的，其实改变的过程并不是要让我们成为特定的模范，改变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开始学着平衡的艺术。在平衡的学习和体会之下，我们逐渐能够让自己跟我们所处的世界成为一个和谐的乐章，我们从中发挥自己的潜能，我们从中变成我们自己。祝福各位，我们再会。